老公，你说穿和戴有什么区别啊？什么穿和戴？就是汉语我们常说的穿和戴，为什么有时候说穿，有时候说戴？就是习惯用语啊，习惯用语很难跟老外解释得清楚的，没什么道理啊，咱们都这么说的呀。你看，要不英语里面有什么 in、on、it、off，咱们为什么老分不清楚呢？也是没道理，人家就这么说的呀。 人家是可以这么说，但是我不能这么教吧，这样多不系统，多不专业啊！我还一直跟马克鼓吹，我说汉语是最科学的语言，不像英文，十几万个单词，每个发音啊、意思都不一样。你看汉字，光看偏旁就能知道个大概，你说是不是？嗯。要不这么着吧，你就跟他说，穿呢是大件儿，戴呢是小件儿，这总成了吧？ 那袜子呢？袜子算大件儿、小件儿啊？真麻烦。
字典上也没有解释，下次直接 mark， 怎么跟他说呀？哎呦喂，我的老婆啊，就这么俩字儿，至于花这么长时间吗？不是至于花这么长时间吗？我今天不弄清楚，万一过两天小郑雄问我，不还是一样吗？哎，我发现用穿的东西比较重要，你像不穿衣服不能出门，不穿裤子不能出门，古人吧比较讲究礼仪，不穿袜子也不能出门，但是像帽子、什么手表、项链、首饰这些，不是必须的就可以用戴，是不是？嗯，你的意思是说穿呢就是一些生活必须的，而戴呢就是一种锦上添花，可有可无。嗯，哦，好，继续继续。老外学中文特讲究，特别好钻牛角尖，好多我觉得不是问题的问题，到他们那儿特当回事，我简直是没法回答。啊，这就是语境。你知道英文的衣服穿反了怎么说吗？这我哪知道啊，整个一八级考试啊。听好了，听好了 ，inside out， 意思就是说里边的翻出来了，简单吧？哎呦，可以啊，老婆，连俚语都会说了。哎呀，我老婆那现在是相当的厉害啊！要照这个速度，很快我就可以进国际大公司，当秘书去了。来来来，国际大公司的秘书，赶快睡觉吧。哎呦，哎呀，现在每天十小时。你都在研究英语，其他时间又陪女儿，我呀都快成被遗忘的角落了。哎，老婆，嗯，今天要不要带套套呀？不啊，穿套套。你好，你好，四神，哎，老公，简直太伟大了！你看我多么孝顺你，你看我一样，你吓死我了，知不知道啊？
也不在家，我要去找他。来了，你上车，我带你去找他。海明，我宋思明。我送海岛来这儿处理了。哦。对不起。哎呀，怎么了？让我打扰你，拜托你照顾海总，先让他睡觉吧。有什么话明天再说。哦、我走了。怎么回事啊？你别问那么多了，有什么事儿那个明天再说吧哈。你睡书房，海总今天晚上跟我睡。行了。爸，妈，你们也睡吧，没事儿，没事儿的。快先把衣服脱了，怎么这么凉啊手？妈，快！趁热，拿着，手冰凉的。是不是晚上还没吃饭呢？把这些喝了，喝完再哭。有什么大不了的事儿？跟他分了。他老婆打你了，他打你了，你倒是说话呀！啊，你想急死我呀？我不是说了吗？你出了什么事儿？哪怕你杀人了，我替你坐牢，我替你顶着，但是你必须告诉我怎么了。小贝，小贝怎么了？小贝看见我们了。别堵床上了。好了好了好了，现在知道了吧？当初干嘛的呀？那时候不就劝过你吗？肯定会有这一天的，你不听。你今天什么都别想了啊，好好睡一觉，什么都不想。没关系，总会有解决办法啊。可是小贝不见了，我回去家里面找他，他也不在。你说他去哪儿了呀？他们家就一个儿子，他不会去自杀吗？小点声，我该怎么办呢？姐，我给他打个电话。他手机关机了。你等着。小贝看见海藻和宋思明了，给堵床上了。哎，你先别管这个了。小贝现在人不见了，手机也关了，海藻都急疯了。你快出去找找吧，啊！这大半夜的，他手机又关了，我上哪儿找去？那怎么办啊？先别哭了，干正事儿。
把小贝他朋友的电话，还有他办公室的电话给我。这个也是。哎，别睡了，这是小贝朋友的电话，你给他们打，一个个问，一定要把小贝找到。不合适吧？这深更半夜的往人家家里挂电话，很快所有人那就知道了。你觉得这么做对小贝合适吗？那怎么办啊？小贝都是成年人了，也不至于为个女的跳楼吧？还是等等吧，免得人家本来没有跳楼的意思，经咱们一宣扬，还真跳楼了。老婆，这男人呢最要面子，里子伤了无所谓，这面子要是伤了就真完了。睡吧，明天再说，也许明天小贝呢就自己出现了，给他留点时间和空间吧。啊，睡吧，没事儿。不哭了啊！你到底出什么事情了？你干嘛说呀？回去睡觉。我睡什么睡呀？出了事情我怎么能睡得着？你们还是说出来听听，也许我能提个解决的办法。没什么事儿，真的。我要没猜错的话，海藻，刚才那个男的，你跟他的关系是不是不太正常啊？我看他是搂着你回来的。你跟小贝是不是断了？这么多天了，我们只见过他一回，还是上次我们来的那天。他回来了也没给我们打个电话，没来说看看我们。我昨天还跟你爸说呢，小贝这孩子一直很热情，平常还给我们打电话呢。哎，怎么这次我们来了反而疏远了呢？看样子我果然没有料错呀，你们不说我也能猜个大概。不过海藻，我告诉你，小贝可是个好孩子，人好，靠得住。你们交往时间也不短了呀，本来说今年都要结婚了，不能说散就散呐，人总是要讲点感情的。海藻，你千万不能糊涂啊。妈，你又把他弄哭干嘛呀？行了，你走吧，我会处理的。我看你就是个糊涂人，替别人处理。你这逢场作戏做得很投入啊。我提醒你一下，以后不打招呼的事儿最好别做，免得不好收拾。我的意思你应该明白。
姐，我得回去，这一切都是我造成的，我不能躲在你这儿。我陪你。不用，我们两个的事情我自己解决。我送你到门口。哪儿去啊？哎呦，那个海藻还是回去。回去跟小贝道个歉，就说我没教育好自己的女儿，对不起她。我燃烧了炽热，别走，你累了，需要休息。一会儿我走。吃饭了。一大早吃这些我吃不下，上班去。吃不下也要吃，这个土豆丝儿你一定要尝尝，是你女儿亲手做的第一个菜。昨天天天等你，一直等到12点才睡，其实也不等你，在等你答应的礼物。要不别答应，既然答应了就做到。我都以为你会回来，没想到这么迟。不过迟也好，你今天还能补，就是昨天买的。你为什么提前不提醒我一下？你去江东那几天，田林不是打电话告诉你了吗？没几天的事儿，没想到你会忘记。以前你是从来不会忘记的。
对不起。你别冲我说，跟婷婷说去。这应该是她长这么大，你第一次忘记她生日吧？你心里有没有我没关系，可是你没她就……你今天还是裹了吧。今天不成，我今天事儿太多了，还是替我去买，就说是我送的，谢谢。怎么，你今天还要去见他？我今天有几个很重要的会得开，可能会很晚，我现在已经要迟到了，拜托了。宋思明自信于自己的头脑像电脑一样清晰，给别人当秘书的都特别有条理，他绝对不会记混一个会议，不会写差一篇稿子，记错一个人名。每天一睁眼，他甚至不必仔细去想，就心中有数今天要做哪几件事，甚至时间的长短、轻重缓急，他都有一本明账。这是一种天生的素养，他不必在日历上写下每个人的生辰八字，每年的节气假期，提前几天他自然就了然于胸了。他甚至记得每个老干部退休的日子，提前提醒领导前去拜访，并按级别准备相应的礼品。可就在昨天，他的电脑突然产生了病毒，或者说海藻就是那个病毒。因为他居然忘了自己爱女的生日，忘得一干二净。在女儿炒菜的时候，他搂着海藻在床上折腾；在女儿等待的时候，他看着海藻熟睡。他竟然忘记了，这一天他本该是个父亲，有幼女需要呵护。我们去医院吧。海藻很害怕，不知道小贝这样要烧多久，是不是该叫姐姐一起把她送进医院。可她又期待，也许下一分钟小贝的烧就退了，毕竟她还年轻。いつまでうじうじしてんの？もっと努力しなさい！挨骂了？好啦，妈妈走了，我们开始上课吧啊！
怎么了？快坐下来呀。怎么了？不高兴了？没关系，妈妈说你两句啊。坐下来，坐下来，我们上课吧。哦。你扭来扭去干嘛呀？屁股痛，是挨打了还是在外面摔的呀？你怎么回事啊？嗯，怎么了？是不是淘气了？妈妈打你了？妈妈打屁股了？为什么打屁股了？我没有，妈妈打我是因为我没有考到一百分。你什么没考到一百分？是英文还是数学？语文。语文？那你英文和数学考多少？英文99，数学100。那很棒啊。那语文呢？70。妈妈打你几下？少一分打一下。打30下？不，30还有英文的一下。英文考99也要挨打？没事了。我不太认同您的教育方法。郑雄虽然不是我儿子啊，他仅仅是我的学生，但是我觉得可能您还是应该多给到他一些鼓励，真的不是去责罚他，因为我觉得每个人都不可能十全十美，包括您。嗯，我想您也不会每次都考100分吧？那如果考99分都要挨打，我觉得这对他来说真的太不幸了。人生来这个世界本身就是一种不幸，我们日本人之所以有今天这样的成绩，完全是因为拼搏的结果。如果都像你们中国人这么懒惰，我们早就没饭吃了。对，我今天严格要求他，是为了让他将来感谢我。你不要拿中国小皇帝的教育方式来教育我的孩子，你们家带的孩子都是会掉的一代。您觉得你有什么资格说这样的话？我们懒惰，我们中国人要多勤快有多勤快，跟你们相比，之所以我们今天还不这么发达，并不是因为我们懒惰，而是因为我们不会侵略。如果我们也像你们一样把整个亚洲扫荡一空，把别人的好东西全部据为己有的话，我觉得我们早发达了。够了，我们没必要再谈下去了。谢谢你教育真雄，咱们的课从此结束了。
真的非常高兴可以从此不要到这里来上课了。不过麻烦你把我的课时费给我好吗？你的钱，我会交给 Mark 先生，请你放心，我们日本人不会赖账。慢走，不送。睡醒了就没事了。